はい、欢迎收看绿语加油中，我叫王宏志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天我介绍一下日本语的外来语，但是外来语是可以用日本语的别的单词来可以代替，所以这样的单词我可以介绍一下。经常听到的这个单词叫 control 是嘛调整、控制这些单词的意思了。但日本语也当然是コントロール之外，可以说制御する、調節する这样来可以代替的。对，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、制御する、調節する。那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控制呢？比如说，感情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。感情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。感情，把感情调整一下，或者就是。控制上那样的感觉。对， control 是嘛偏向于就是控制的翻译，可能更就是接近的感觉。对，当然调整的意思也有，但是控制的意思可能更大了。对， control する、制御する、調節する。对，然后物価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、物价ね、物価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、感情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。調節するだ、这个调节、调节的话、一般都是、空调や什么的、那可以说温度を調節する、温度を調節する、温度、调节、温度を調節する、这样的比较多一点。对，調節する是还是有点数字性的、东西，可以更容易调节、比较那个合适的一个单词的搭配。对，所以这个コントロールする记住好了吗？对，还有一个ネックになる、ネックになる、ネック是脖子的英语。对，但是ネック的になる是变成了脖子，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成为障碍的这个意思了。所以日本语是障害になる、障害になる的代替也可以。ネックになる、障害になる。ネック其实有一个英语的 bottleneck 的意思来过来的意思的。对，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是本来能成功的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因素，所以我不能成功那样的东西的时候，可以说什么什么がネックになる。什么什么が障害になる。什么什么がネックになる。什么什么が障害になる。这个が你可以就是が的前面你可以随便一个加一个原因。对。比如说我不能嘛那个暂时不能去日本的时候有，对吧，就是因为有疫情什么的。所以疫情可以直接说新冠的COVID 的日本语叫 corona。所以コロナがネックになる。コロナがネックになる。或者コロナが障害になる。コロナが障害になる。因为我不能去日本。这直接可以原因是コロナがネックになりました。コロナが障害になりました。那样的说话也当然没有问题的。对。所以今天学习的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、ネックになる、这些外来语可以直接代成改成制御する、調節する、或者障害になる、这样来代替也 OK 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，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。